一路走来，度过了12年，看到长辈的进步，看到长辈的健康进步，心理的成长了，然后观念各方面，然后生活习气什么都改变，变得很好。我觉得说还好当初有答应。各位好，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同学早安，进入到尾声，但是我们还是要邀请到在玉里镇我们这三位师姐来跟我们聊聊天。首先来欢迎的是阿贵师姐。主持人好，全球的大爱观众大家好。继续欢迎的是吴嘉玲师姐。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欢迎的是杨昭智师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想直接从昭智师姐您的角度来看，我想当初要来提到说要把在玉里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呈现出来，您会答应，一定也会希望说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关怀到我们在社会上需要去关怀的议题，对不对？但是你看呈现出来，包括所提供出来的故事也好，或是你来上节目这样陆陆续续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的收看的观众，你希望传达什么样子的话，是不是在今天也再跟我们讲一下？本来在这个节目在跟我接洽的时候，我是排斥的，那给我接洽的他就告诉我说，像你们这个社区，可以说非常的偏僻，资源各方面也缺乏，你们都可以把长辈，把他，挤在一起，然后照顾的这么好。对。那我们全台湾有多少社区，他们的先决条件比你好的太多，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做？就是我们希望给他。就是借由你们这个环境那么不好的，都可以把长辈带得那么好，就是启发出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长辈。我想，对社会那么有意义的事，我再不答应的话，好像有一点说不过去哈。所以我就勉强答应。我觉得因为先做的关系，现在就算有一些地方才刚刚开始，他们就不用去碰撞，就不用去碰撞那个错误，他可以有一个模范，有一个有经验的好来学习，对不对？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哈。那当然像这个嘉玲师姐，明明的期盼又是什么？这是我的本分，行善事，行善行孝不能等，这都是本分的事啦，这也没什么功好要，只是我们有那种能力服务大众是我们的福报，我就是这样想，只要他们健康他们幸福我就很欣慰，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真的，真的，我觉得你每天起床一定祝福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对不对？好，希望说我在乎的人，我所关心的人，每天我都可以看得到他们非常的好。那其实我觉得阿贵师姐，当然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更不容易的是，必须要把您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去呈现出来。当时候呢，要来这个分享这一段自己的生活的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担忧的地方也好，或者是说真正的要去呈现出来的时候，又希望可以传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给大家？其实要讲跟婆婆这一段哈，那想说要讲过去的不好吗？其实也不用，我就想说就是婆婆的改变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很意外啊，可是在长久以来在福气站大家的鼓励之下，我觉得是改变他最多的地方。他在福气站里面，虽然有时候他会讲话比较不得体，可是他很会结善缘，他又很会做东西，他都会拿去跟大家结缘啊，所以我觉得在福气站这一块真的是需要去推的，因为老人家在那里真的会得到很
得到一份的快乐。嗯，他回到家里他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看到他来福气站他是快乐的。哦，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因为在看到已经参加，看到他们各方面的进步，没错，这个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就想到上人的有一句近似语，就是说人有无限的潜能。嗯，好，就是说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潜能。对，我这一句话深深的印证在长辈的身上。真的，你不要看他们说年纪那么大了，哎，各方面那个成长是看得到的。对，嗯，这个是真的是，所以值得我们去努力。未来是不是也会有那个目标，包括了可能做一些交流，因为也许慈济人也会在其他的社区嘛，也有可能会不会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目标，说未来可以去成立。我认为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志工团队不好募集到，因为其他们都认为很需要啊，可是很需要先决的条件是什么？你们要有志工，你不能靠外地的去协助，是有限的，有限。要自己社区要培养出有一群很热心的志工团队，那老人家不是问题，我们就锲而不舍的一直一直把他们广邀进来，是不是问题？是带这一群长辈的，那我们就想说，很欣慰的是，我们这个福气站，我们的就在本地的在地的那个志工团队，可以讲非常的坚强。了解，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好欣慰。嗯，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带动一种善的循环。嗯，就是说，可以让看节目的朋友，在地赶快去想想看。你在地社区有需要什么款的团体，有什么款的像这样子的班要去投入的时候，大家要勇敢站出来，对不对？大家都是欣慰哦，大家都想说，哇，长辈这样，如果我们有的在附近，我也愿意去参加，可是谁来带？这个是一个瓶颈了。懂。各地我看到很多社区，他们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解。看年轻人愿意回乡为这些长辈来服务，那是最好最棒了。这个我想是我们在这一出戏的结尾的时候，给全台湾每一个社区诚恳的祝福，希望在社区当中会有人一个接着一个带头出来说，我们愿意做，我们要来做。 我想应该会啊，我们就期许这些有感受到长辈受到这样的照顾，有这么成长，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在外面做事，以后他们因缘成熟以后，这些年轻人我也要回来，回归到自己的家乡。二十集的节目下来哦，大家不断的在传达一个理念，台湾每个地方都是有很珍贵的宝，人情最美了。请大家持续的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今天感恩三位，谢谢。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现在雨下太大，那个雾大到现在看不到人影，那拍起来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不如先这里先暂缓，我们随时要做修正，随时弥补不足，随时往好的方向迈进。哦，那个引擎太可怕了，原来是要先加踩油门，一直加一直加，你就会怕说哦，那个油门加那么多会不会爆冲啊？走，脚张开，脚张开，脚张开，对。哈哈哈哈哈哈！怎样的？那个小红，你是？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危险哦！跟他们融为一体，这样大家包括玩乐，包括工作情况，包括甚至于用餐，大家其实
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这什么数字？083，导演的名字林柏森。啊，你啦！天哪，好好。我在现场看到，我觉得，很感动，因为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敬业，那么的用心。好感人。拍这个戏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啊，所以很感恩。今天是杀青日，是我们拍摄71个工作天，总算要杀青了。时间很快，一定还会再见面。可以脱离你老大，感觉怎么样？明天放过我。笑得有点灿烂哎。要杀青了，感觉怎么样？开心又不舍。是什么日子？今天啊，圣诞节。今天杀青日。耶、yeah. 。觉得开心。恭喜相夫杀青。